对话，大年，周末过得怎么样？马马虎虎。你呢？周末做什么了？我没做什么，在家看电视。可是星期六晚上我给你打电话，没有人接，你到哪里去了？星期六晚上我没到哪儿去，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我可能下楼去买饮料去了。你找我有什么事？没什么事，就想问你要不要去跳舞。跳舞？我对跳舞一点兴趣都没有，你去了吗？我没去，一个人去跳舞有什么意思？那么周末你也在家看电视吗？没有，后来海伦给我打电话，要我陪她去逛街。我最不喜欢陪女孩子逛街，太辛苦了。是啊，我也不喜欢，可是她约我，我也没办法。你们到哪里去逛了？忠孝东路，我走得很累，可是海伦逛得很高兴，她说她一点都不累。他想买什么东西？他想买双鞋，可是没有合适的，所以什么东西也没买。你陪他逛街，他应该请你吃饭。忠孝东路附近有些餐馆很不错。海伦带我去吃牛肉面。他带你去哪里吃牛肉面？好吃吗？一点都不好吃，是在路边的小摊子上吃的，而且是我付的钱。这个周末，海伦还要我陪她去逛街。李强，你帮我想个办法，好吗？海伦的电话号码是多少？我给她打电话，约她这个周末去看电影，怎么样？李强，你对我太好了，真谢谢你帮我忙。海伦一直想跟你约会，如果能跟你一起去看电影，她一定非常高兴。大年，周末过得怎么样？马马虎虎。你呢？周末做什么了？我没做什么，在家看电视。可是星期六晚上我给你打电话，没有人接，你到哪里去了？星期六晚上我没到哪儿去，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我可能下楼去买饮料去了。你找我有什么事？没什么事，就想问你要不要去跳舞。跳舞？我对跳舞一点兴趣都没有，你去了吗？我没去，一个人去跳舞有什么意思？那么周末你也在家看电视吗？没有，后来海伦给我打电话，要我陪她去逛街。我最不喜欢陪女孩子逛街，太辛苦了。是啊，我也不喜欢，可是他约我，我也没办法。你们到哪里去逛了？忠孝东路，我走得很累，可是海伦逛得很高兴，他说他一点都不累。他想买什么东西？他想买双鞋，可是没有合适的，所以什么东西也没买。你陪他逛街，他应该请你吃饭。忠孝东路附近有些餐馆很不错。海伦带我去吃牛肉面。他带你去哪里吃牛肉面？好吃吗？一点都不好吃，是在路边的小摊子上吃的，而且是我付的钱。这个周末，海伦还要我陪他去逛街。李强，你帮我想个办法好吗？海伦的电话号码是多少？我给他打电话，约他这个周末去看电影，怎么样？李强，你对我太好了，真谢谢你帮我忙。海伦一直想跟你约会，如果能跟你一起去看电影，她一定非常高兴。